讲完之后，我们继续来讲双母音。母音有 A E I O U， 那双母音就是两个母音配在一起，像常常见到的就是 E A 在一起 ，E E 在一起。大致情况下 ，E A E A 或者是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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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念长音，念 E， 但是 E A 如果后面配了一个 R 卷舌音，你看 R 卷舌音，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变成短音 E， 或者是念 A。所以这个规则应该不会很复杂。现在我们来把这个单字读音念一下 ：e p 念 p p e p c e 念 s peace peace 和平 p e p e peach peach 桃子。再来 m 念 m e m e meet meet 这是遇见。e 配 n n 念 n n e knee knee 膝盖，这个 k 不发音 ，k 不发音 ，knee 就是膝盖，这是长音。老师很快念一遍 ：peace 和平 ，peach 桃子 ，meet 遇见 ，knee 膝盖。第二个配合 r 会念短音的，你看 e t e t tear tear 眼泪 ，e h e he hear hear 听见 ，e n e ni near near 靠近 ，e b e b bill bill 啤酒。这样子就知道了，这个都是 e a 都是念 e 短音，但是有例外的是念 a a b a b bear bear， 这个 r 是卷舌音。好 ，a p a p pear pear， 好，老师很快的再把这些单字念一遍 ：tear 眼泪 ，hear 听见 ，near 靠近 ，beer 啤酒。Bell 熊 ，Pear 梨子，但这里有一个例外，你看 E A R， 可是这个 E A R 念什么 ？er 卷舌音，所以呢 ，her her heard heard， 这是过去式，听见的过去式 ，heard hear heard heard。好，下去我们来看一些点线面的字词补充。世界和平，我们念过的和平是 peace， 那么世界和平，世界怎么念？世界就是 world w o r l d world peace， 这就是世界和平。第二个，眼泪掉下来，眼泪是念 tears。 好，我们用句子吧， t e a r s掉下来是 fall， OK， 这就是眼泪掉下来了， tears fall。 再来看下面第三个，你听得到我的声音吗？你听得到我的声音吗？英文 hear 听见，我们的讲法就是用 can you hear me。Can you hear me? 如果可以听见，你就回答 Yes, I can. 听不见就用 No, I cannot. 或者是 I can't. 好，这个就是配合我们的单字形成一些很好的一个语词。看第四题，你喜欢什么水果？就是什么种类的水果？那么 B 就可以回答我喜欢，这个在对话的时候呢是很好用的。我们现在把这个英文给它写出来，你喜欢什么水果？我们的讲法就是 What fruit? What fruit 就是什么类的水果，
那后面就是要疑问句啊、哦、Do you like? 这就是第一个问句 What food do you like? 好，这是第一个。那对方就回答了，我喜欢，你就回答 I like。 前面有没有出现水果的名称？有，桃子跟梨子。好，你就可以写了 I like 桃子 peaches， 要用复数。我喜欢梨子 I like pears。 OK， peaches 桃子， pears 梨子。再看第五题。好，你喜欢喝啤酒吗？这是喝是动作，所以我们要用 Do you， 也就问了 Do you like 喝啤酒是 like to drink beer。 Do you like to drink beer？ 因为 beer 它这个是酒类，它是物质名词，它不加 s， 不像那个水果这些都用复数。好，这个酒类 beer 是不加 s 的。好，那么 B 就回答了，不，我不喝酒。那就 No， I don't， 我不就 I don't drink， I don't drink， 这样就可以了。 I don't drink 就是 I don't drink beer， 我不喝啤酒的意思。好了，这些都是有相关的这个一些内容。那这边还有一个可以补充的，这个是熊。我们台湾最有名的熊是什么？黑熊。这个可以用 black b-a-c-k black bear， 这就是台湾的黑熊。那中国大陆四川有猫熊，猫熊英文叫 pandas， 猫熊。那黑熊我们可以加 s。还有澳洲呢，澳洲有无尾熊，无尾熊是用 koala， koalas， 这是 koalas， koalas 就是无尾熊。这是 pandas 猫熊， black bears 这是黑熊。那北极熊呢？那北极熊我们英文就是用极地的南极北极，这是用 polar bears， 这是 polar 就是极地，南极北极那些地方的熊叫北极熊。另外澳洲有一个跳来跳去的那个动物也很有趣，那个叫袋鼠，袋鼠叫 kangaroo， can 是 k-a-n， go 是 g-a， roo 是 r-o-o-sKangaroos。 好，老师就把这些相关熊的那些这个单字做一个补充。好了，这第一组双母音 EAEE 的读音介绍。